思来做男招待这行已经很多年了。他身高1.84米，有着运动员一样匀称的身材。他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。有一天，他突然叫我弟弟。在我兄长的身边，我觉得很安全。我对你很友好吗？这个城市里有上百个娱乐会所，但只有其中几个有男招待。许多来这里光顾的女客人，其实是其他 club 的女招待。Sly 告诉我，这行会让你越做越寂寞，所以这行才可以自给自足。现在还有客人吗？僕の